你辅助点什么问号？这点什么问号？和你说了换鞋不换，为什么要跟你换？不换，我要换的时候别人没给我换呢。给你个地沟油，硬抢啊！我们跟他讲道理啊，地沟油，那都搁那打兵了，还帮我杀个人呢？你是帮我硬吃经验来了？你是？地沟油，我走在地上才能感受到大地的每一处。地沟油，我可不去啊，让他走吧，他吃我经验呢，那里你知道吧。我没生啊，我靠，我以为我生了呢。重抠，还是得我们生啊，我一看。你干哈？你打盖伦去。低沟油接平 A 闪现走，先查个眼儿。哎呦，我的盾。哎，80+50能多少？130，那我一开始盾不够啊，死了也正常。遗失的章节咱肯定是出不来了。喷雾是永生的。这么猛吗？我的翅膀，艾克没闪现，给我杀了他。哎，低沟油给10块，低沟油。地沟油，你就在那地沟油里头踩啊，重抠。地沟油，平 A， 平 A。是水果的低沟油。哎，我这杀了两个人，还他妈比这船长还等级还低了，没有3级低沟油。低沟油。
地沟油，那致命碘盐，走呗，地沟油。 吃个塔皮吧，来一个遗失的章节，这波我们出个西地海。 现在属于小无敌啊，没算太无敌，只能是小无敌。莫嘎拉射程多少？450，450不高。没事，我们这把呀，对面近战特别多，挺好。低沟油。 别整那老些远程就行。我怕我，你干啥呢？低沟油，船长生气了，低沟油。 抠，橘子解了是吧？你下波不用橘子了。杀他其实得等个点烟，干哈呢这？哎，10块钱，低沟油。 低沟油，低沟油，我们尽量是我们打到他，别让他比如我们。 我们能低沟油他，而他打不到我们，顺便我们收兵。行呗，行呗，给大招套点盐。低沟油。 算了，无所谓，你干哈呢？这么不怕死吗，兄弟？闪现抠中呀，低沟油，吃塔皮吧，中抠，低沟油，平呗，平呗，这没办法呀，这怎么安是 double 了呢？这艾克。 团长，大招能解吗？咱俩地一段吗？不能，那能解吗？解了我有链儿，有闪现，没杀掉。哎呦！我该证明他们是对的吗？ 团长那英雄不好杀，有橘子，挺烦人的，而且他还带的是药。
跟别的英雄还不一样，俺们还得把他药都给耗没了才能杀得了他，这玩意儿挺烦人。其实别让这个艾克吧太猛就行，真是薛飞有点狠了、啊、这低沟油你要干啥呀？这家伙哎呦啊杀呀别怕呀，团长干啥呢？就是艾克血量有点猛，走呗，给盾平给重扣，我操瞬移重扣低沟油，哎呦我900块血发财了兄弟们，回家无敌了啊！不行，还不能无敌，这波得把线儿先收了。干啥呢？再见吧，我的亲爱朋友。回家。现在我只剩苦难。嗯。像这把我们得先来个小鬼叔了，队友都没有减治疗，就我们有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出吧。哎呀这波爆破我给两层塔皮吧，来炸弹人别怕，他打不死你，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叮，低沟油呀，450。算了，中路就拉倒吧，我们去收个蓝 buff。 艾克打人挺疼啊，那给炸弹人打的，那给俺们家那炸弹人打的，给那炸弹人打屁了。你干啥呢？我低沟油，我重抠，低沟油，中路干起来了，我看看这。中路的话，这边有针眼。对。
喊声干啥呢？闪现，死不了。地沟油，给我挡个 W 呢啊！这你不给我挡 W 呢？哎天哪！来个美甲的窃魂卷，我无敌了，别急啊！下路收波兵，只要艾克没出美甲的窃魂卷就没关系啊，他出什么装备都无所谓，只要没有美甲的窃魂卷，一切都无所谓。艾克如果特别狠，出美甲的窃魂卷，那我们就够呛了。重口，哎，低沟油，给大招，叮。哎呀，我的炮车！这033的永恩有这么狠吗？哎，重扣，低沟油，不行啊，这没有盾，别往上上，万一这爱射给我射了，我就完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找一下。现在我们家还不至于一个船长能在这里为所欲为吗？啊？船长至于吗？啊，重口哟！你别让我抠不着你啊，这爱色。你可别让我抠不着你。啊，美甲窃魂卷。哎呀，我操了。虚区呢，虚区呢。哎呀，为了杀个爱色可不容易啊。不过我们有钱啊，没关系。你说我是先来这个呢，还是先来大棒子呢？先来大棒子吧，这个东西不着急合。金身，金什么身？金身？谁要金身？莫敢浪从永不金身，永远不进人群放大。我16层的美甲窃魂卷就这样没了，变成了6层。蓝，给我打个蓝 buff， 小龙可以尝试一下。艾伦还把红拿了，我也不知道他拿红干啥，这里头应该有眼儿吧，这里边有眼儿，给个盾吧。操了，这艾克这么猛，哎呀，这艾克我给忘了，完了，我美甲窃魂卷又丢了一层了。
下回这盾不能给着别人，得给自己，得长记性啊！下回这盾千万不要给别人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给个面子，炸弹人死了吧，死的也是比较惨。坠金儿了，谁的金儿？我看看啊！谢谢蓝炼汉的小迷妹儿的飞金儿，谢谢我小迷妹儿的飞金儿。重扣！哎，我操！哎，这潘森跑那么快啊，这一技能。没关系。灭世者之帽，行吧，我来个金身，多大点事儿呢？不是灵光披风，它红怒翼有加速，它红怒翼加速，我有减速，加速跟减速一抵消，这相当于没加速啊。来，这也就是个船长，这是个别的就死了。走，大龙，扫描，直接打，不行，不能直接打，不能直接打，不能直接打。关键俺们没有扫描啊，这。有没有视野给我来点儿、你这不死了吗？哎啊，死了，还跑过来中路，还吃兵来了，还啊，给我把这艾克给我杀了。天哪，射他，漂亮，大龙能拿不？能拿大龙，费点劲啊，推中吧。哎，低沟油啊，重扣，低沟油，小龙团没错，得要小龙团。八块钱也行，我就是差点钱，你知道吧？差20块钱。哎，要我说就不用金身，我这金身出的都没用。先来个鬼书吧。出金身都不如出冰杖，或者是恶魔之勇。哎呦我炸弹人，你怎么自己往上撞呢？炸弹人，哎，来小龙，谁死了？
ADC 给我杀！我的，你呢？啊，你呢？你呢？你怎么回事？你啊啊，地沟油！捡西地还是不够啊，这捡西地。来，把这船长给我杀了。哎，平 A， 可以大龙。我就在这里等着这艾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在这等着他，他来我们就把他杀了。能不能给个蓝帽？算了，你来吧，我不要了。回家了。来个沙漏吧！你的敌才是永远不会背叛的人。盖伦现在已经猛成这样了吗？这盖伦，死了！踩住，哦，接扎，死了！中推吧，我来摸奖。都有重抽，低沟油，重，低沟油。可以，低沟油。你干哈呢？他搁后边还偷袭，是不是？走一走。嗯，没蓝呢，下路吧，小龙。你是没见过钱呢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至于吗？这这塔谁拆的？剩这么点血，250块钱。哦，哎，哈哈，先把艾克秒了。这是有点瞧不起人呐，这是觉得我杀不了他是吧？你干哈呢？我不低沟油你，往回抠给我中。可以，喜欢走位，来继续走。像这么远距离的抠，就四个人，指定他得走位，你知道吧？他一走位他就中这抠。没蓝了，没蓝了，最后。